型落地灯。哦，这好看呢、欸。这干嘛？哎、欸，这大型落地灯很好看，你就旁边买沙发啦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要拿沙发出来？很有 feel 啊。我把旁边买个桌子，然后放一本色色的书，也是对的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玩《勇者斗恶龙：创世小玩家二》。很感谢各位观众回应的，那我们先来回应一下观众的留言。哦，我们上一次，我们上一集解到那个，就是他妈准备作战的哈。在这边，他们在伸展，但是呢，我要先去一下港口。我要去港口，收信。为什么要收信？为什么？噔噔，出信！因为这次那个《创世小玩家》《勇者斗恶龙：创世小玩家二》出了新的 DLC 三，第三波 DLC。对，这也是观众有留言的。对，因为最近就是比较没有把重心放在那个《创世小玩家》上面，然后所以就去玩别的游戏，然后就没有一直随时随地在 follow 消息。结果我是看到观众留言才发现说出了 DLC 三，非常惊讶。立马手机抓起来就买了。这是许柏林留言给我们，感谢留言告诉我们有 DLC 三，对，第三波 DLC， 然后立马买了，然后也稍微看一下就是里面的可以做的内容。他这一次好像出的都是物品包，就是多一些新的物品，然后可以用，然后还有就是多了很多相对应可以做。可以被染色的物品，因为之前有些物品可以被染色，有些不行。那这次好像就是多了好几种，然后没有剧情。据说啦，据传闻，我在巴哈上面看到，就是大家在讨论，好像是剧情的话，可能要等到下一次的更新。对，然后这一次还有更新呢、哦，一直持续更新的。就是 DLC， 这次是 DLC， 然后这 DLC 是物品。然后下次的更新是不用再买 DLC， 不知道，不确定，不晓得，因为制作人都没说死。对，然后什么样的剧情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制作人都一直卖关子，就没有把话说清楚就对了。但好像反正这次 DLC 3的话，主要是针对物品更新，就是没有剧情，不像上一次 DLC 2的话，它虽然多了很多那种钓鱼啊，还有那个钓鱼的那个周边的商品，也真的有钓鱼，然后也有钓鱼，对，有钓鱼这个剧情，然后这次好像就是没有这样。然后我们就是买好了 DLC 3，然后进到游戏里面来开信箱，就可以收到这一封摩登的信。这叫摩现代建筑。对，这一次的 DLC 3是现代建筑，然后来收信，收信之后你就可以使用 DLC 3的内容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来自国王的信。哦。穆恩布鲁克的国王，东西都被我们带走了。国王，国王写给你的宝贵信件，世世代代珍惜。好好，没什么好看，就这样。那大家先看到我的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拿着麦克风啊。其实，听另外一个声音是我老婆，跟我老婆在玩这个游戏。那我们现在是在 PS4 上面玩啊，是玩中文版的。那 Switch 现在有，不过现在 Switch 是只有日文版的。那我们也收到观众的留言，是正式有说NS 准备出中文版，就是 Switch， 然后还有 Max Outrage， 然后说刚才有确认Switch 换代南梦宫，对，官方频道发布说 Switch 的那个中文版就是勇者斗恶龙创世，现在我们在玩这个游戏也要出中文版，现在只有日文版，不过是好像八月，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玩的游戏都问说，哎，这是在哪个游戏上，在哪个平台上呢？ Switch 吗还是什么？然后8月9号再过两个月就有中文版，然后就大家都会一直问，然后我们都会说就是两个平台都有，但目前中文版只有 PS4 上有，但是8月9号以后 Switch 上也有中文版咯。诶，如果 Switch 上有中文版的话，
我们要在 Switch 上再玩一遍吗？看你啊，就是有 Switch 的话就可以到处都可以玩这个游戏。对啊，这很吸引人耶。对，而且那个 Switch 的版本是有 DLC 1,2,3 的在里面。可是这样我就不能跟我朋友一起玩耶。对啊，可是这样有更多的那个我们的这个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玩。哦，是齁，对齁。对，而且我已经有买那个就是任天堂的 online 的服务，所以可以连接到网络上面。哦，买啊！就不晓得如果是我们在 Switch 上面玩的话，哎，还是只能跟一就是到一个朋友家去。没有，它就是一个主岛啊，看你是要请别人来我们来那个就是我们的岛上，还是我们要到某一个指定的人岛上，那一次可以前往四个人。四个人，对。对，就加。是加岛主一个人吧，还是我忘了，反正共同游玩上限是四个人。然后你的，就我们现在有加很多好友了，我的好友已经加满了。你的好友加满了？对 ，Switch 好友加满。哦 ，Switch 哦，我想说你 PS 是哪里好友？我 Switch 好友爆掉，然后那么多的人，如果其中有些人在玩这个游戏的话，可以一起来玩。如果我有买 Switch 的版本的话，还是现在开放大家留言，你觉得就是魏巍要买吗？有人要跟我们一起玩吗？因为要是都没有人跟我们一起玩的话，也是蛮无聊，干嘛买 ？PS 上都已经玩完了。有时候好的游戏可以再玩一遍，是可以啊，我是不会腻的。我是已经玩两遍了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的账号玩一遍，你的账号我就玩一遍。等下再玩就玩第三遍，也是可以啊，跟你一样，萨达传说一样。哎，现在还不能连线哦，因为现在剧情的关系。现在在打仗。现在不能连线，我还想要看说是几个人可以共同留言，我记得是四个吧。那还有其他的人留言啊？是李展龙的留言。我们在那个安装吹风机的时候，我们还一直在安装开关。8G 真空机。对，8G 真空机、啊。你最爱的8G 真空机。说其实不用开关，我们完全忘记了，我们太久没玩了。我记得不用，可是我又不确定，所以我就放了。好，那就感谢大家的留言，那很期待八月的中文版上市。呵呵呵呵。我们来看这次多什么东西。那今天我们就算是来开箱就对了，因为我买了之后也还没看里面到底有什么，现在就是一起来看。乐谱这个不是啊，是上次小徽章换的。这个这里也没有。可是现在一定要跑剧情，不用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波浪滚滚墙、矮竹墙、夕阳墙。这个是上次 DLC 2的。就这次就有一些新的物品，不是一些，蛮多的新的物品。好漂亮哦，草莓多拉奇墙，好可爱哦。哦，这个叶子的好美哦。我还以为大家都没有在玩这个游戏。所以大家都没有，很多人玩吗？被攻为力，这样感觉好像这个游戏还在继续涨下去。水草墙好有质感，好漂亮哦！它可以换，可以换颜色。钻石纹墙，这次真的是不愧是现代造型啊，摩登。那可能玩家就会用这些建材在建更多更奇怪的建筑。什么更奇怪？是更有创意？你会不会聊天呢、啊？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呢、啊？我想要讲更有创意，然后嘴巴就讲不不不。然后等到我讲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应该想更有创意。你就是嘴巴很坏、欸，你就是那种下地狱一定会第一件事先被拔舌头的那一种。大家都觉得，看起来哦，忠厚老实，好像很那个哦，脾气很好，然后说我很凶。结果有人留言说我老婆很凶啊。结果嘴巴最坏的是他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刚才没有在还没在录影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老婆说什么吗？还是不要说好了。哦，这是地板，刚刚是墙的地板。哦，这色的都很好看呢。为什么我这样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看？你看你老花眼是不是？我看了，可是我对于那个
就是它到底照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我等一下把它摆出来，等一下摆出来。很多欸，这一次真的很多欸，可能是因为这一次就是因为没有更新剧情，只有更新物品，所以它这次的物品更新了很多。上次的物品也更新了蛮多，好像没有这次多。这次光是地板跟墙就多了这么多种欸，哦，超帅的。我跟我朋友的百货公司几百年都盖不好，这些都新的东西很适合百货公司放。你朋友还有在玩吗？有啊，只是没有，就我们两个都没有像之前那么疯。我们两个真的是之前很疯，不睡觉，一直在盖房子。哦，还有这个玻璃滑门呢，玻璃滑门，还有这个啊，客厅门。我记得有看到很华丽的门呢。现在没有铁柱块，对，现在没有。有啦，去哪都有，只是啊，在这边，这个高大木门，这我去拿铁柱块来做一下。那个高大木门，你不要看它长这样，做好拿出来放很大一扇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偷看。然后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回家玩，你知道吗？上班的时候看到观众留言，什么 DLC， 对呀、啊，这很坏哎、欸！马上给我买，然后对，回来就马上要玩。而且你知道，买完我就马上去那个观众留言底下留言说我已经买了。你知道，就是太认真看观众的留言，结果就被烧到。哇，这好可爱哦！调整高度的落地，哦，这个是可以做一下，只做一个不行，做两个，三个好了，把它连接一下。这是台灯，其实长一样啊，只是这个是不能连接，就是放桌上。这个大型落地灯，哎，这次真的都是。这非常现代的东西，好好看哦！哦，这个也好可爱，好看。木质可以叠放，这也是可以叠放。我做了三个来叠看看。哦，吊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看人家的其他的东西，对，吊灯，现在不用，就给你吊灯。哦。好多哎、欸，这不是这上次和风的、啊、哦，这个，那这边不是这个窗，刚刚这个是和风的，上次和风的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跑出来。这个床看起来好时尚，可以变颜色，看起来精致多了。这看起来很普通，我不想做。哦，玻璃桌，我最喜欢玻璃了，玻璃制品。可以做成咖啡厅呢、啊，这是咖啡桌，哦、还有多这个摩登桌，看起来很丑，摩登桌。做一下，那个要做吗？看起来很普通哎、欸，长这样啊，然后做一些。我怕背包爆炸。哦，这个椅子好可爱。摩登休闲椅，之前是这个休闲椅躺椅，然后这是摩登休，这有什么差别？休闲椅是不是在那个什么泳池啊？对啊，二岛的时候泳池。可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就是休闲椅是一条一条，然后摩登休闲椅是单双，那就没什么好处。沙发，哦，哦耶，哦，看起来都很高级耶。浴缸哎、欸，浴缸喷射按摩浴缸，这一定要做一下的。喷射按摩浴缸，哦，这次真的可以盖一个豪宅哎、欸。哦，这洗脸台看起来很高级。层架，嗯，这个，我以为觉得看起来很丑。不会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你自己看，跟旁边的柜子比。礼物盒，这应该只是好看吧，装饰吧，不能真的装礼物。这
这应该没有收纳效果，做出来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做出来用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这杯子好可爱哦，彩色杯，你的脸看起来很不屑。不是，大家都就是我有斜眼看到你的脸，其他的那个 NPC 都准备要迎战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做东西。哦，这个要鸡蛋跟奶油，蛋包饭跟通心粉。算了，食物就算了吧。你这只账号很匮乏，好可爱。有些厨房用品。哦，所以如果 Switch 的话，就是全部的 DLC 都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就一次买齐。你到时候买的时候，你就买那种游戏加一 DLC 一二三的，而且它会比较便宜。嗯，不是要买吗？我说中文版，中文版要买吗？你怎么可以辜负观众的期望？他们在等你耶！就你在等我。高跟鞋。没有，他好像说是里面已经包括了啦。谁给你包括？没有啦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他到时候的售价。我不知道 Switch 是怎样售价，但是 PS4 的售价是它有分一种是只有游戏主体的，然后是一个价钱，然后游戏主体加 DLC 1+2的是一个价钱，然后再来就是它最近因为出3嘛，然后它又出了一个游戏本体加 DLC 1+2+3又是一个价钱，然后你当然买一个那种一个 package 比较划算，比较便宜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要分开买。像我就是不知道，我一开始没有抢到那个预购，然后我就没有买了那个。像我朋友有抢到预购，所以他就直接买游戏本体加 DLC 一二的，然后比较划算。然后我是分开买。哎、欸，这花我做了，八月再看看做了。还有这个伞也是阳伞，然后这种条纹的摩登阳伞就是纯色。说明七月中你就开始迷那个哆啦 A 梦。不知道留声机。那我们听说那个哆啦 A 梦 Switch 也可以下载 demo 版体验版，可是体验版要日本账号。展示架可以把物品挂起来耶，可以挂什么物品？那是什么？展示框，把物品放进去，看看可以放什么。可以欣赏大家的照片。哎呀，这次的东西都很有质感呢。其实好像半家家酒，这就是半家家酒。你要怎么样？这游戏就是这样，他游玩的那个精华就是这样。游玩精华，新的衣服就是半家家酒。新的衣服哦，新的衣服，宴会服，耶、yeah。这是什么？就小时候也是玩诗人的衣服。你要解锁吗？不要，有什么好看？这样好看吗？解锁，解锁，你要解锁，解锁，随便，不要就不要。下一张是什么？啊，这个中岛厨房。好，我们找一个地方。红色开多地，感觉平地比较多。外面下雨真讨厌。对啊，好烦啊！为什么要下雨呢？现在的时间是可以睡觉，可以睡觉，还是睡个觉？看醒来会变晴天。不知道是谁的房间呢？不能睡，走开呀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可能这样要战斗。对啦，现在剧情，所以在下雨，然后要战斗也不能睡觉，机车。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。应该找个空地安排，摆放一下我们的物品。完全不顾人家要打仗，管他们，他们打他们。这里好了，就这里了。
很粗。你也要还要间隔哦？对啊，我看它旁边呢。我喜欢那个叶子的那种感觉，叶子很好看的，好像那种，好像贴壁纸，那就是贴壁纸的感觉啊，好看呢。我最喜欢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，这个叶子好好看哦。哇，这水草的也很好看。还好我的水族箱还没盖，现在开来盖水族箱。哦，这个好好看哦，真是现代的感觉，好缤纷。哦，这个也很好看耶。这个就没有画，就不好看的意思。没有，不太喜欢。没错，哦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这好看。不太喜欢那个风格。没有好看。你觉得那个蓝深蓝色顶顶的那个，我觉得应该会不错。深蓝色点点，应该是星星吧，不猜。这个好像不错，那个。等一下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小碎花。哦，这个也好美哦，好梦幻哦，这好好看哦，妈呀！好看哦，不是我的风格哦。这个可以盖那盖什么呢？哦，这好可爱，是史莱姆哎。嗯。这个也蛮好看的，沉稳。这个也好漂亮哦。这不错。这好漂亮哦！这个好看耶，这个好漂亮。你说这个蓝色的，哦，这个感觉不错吧？星星这个，我刚看它小图的样子就觉得应该是不错。这个也是很普通。这格子也是蛮有质感的，啊，这花纹好好看哦，好优雅哦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刚才那个方小方格那个。等一下，应该都拿完了吧？墙跟地板。街灯，把些新的东西拿出来放。哦，咖啡桌，摩登桌，等下还要放那个浴缸、澡堂的喷射什么？喷射浴。哎，这个也蛮好看，这个花纹其实摆起来，摆整间那样子还蛮好看的。这什么鬼啊？哦，是那种方格哦 ，LV 风格啦，这也蛮好看的。这个做地板很好看，做墙就不行。做墙的话，感觉好像透明的，你知道的意思。
用这个浴室吧，拿来做浴室。浴室应该很好看。你看那门，看起来就很豪华，有没有？还可以换颜色，还在灯。哦，它可以变高啦，它的连结是这样啊，最高这么高了，哎，应该还可以更高。是啊，最高就这么高了。可以更高，是因为我刚少一格，他不知道人接多高哎、欸，这么长好奇怪哦、喔，超诡异的。然后这是大型落地灯，哦，这好看呢、欸。这要干嘛？哎、欸，这大型落地灯好看，你就旁边买沙发啦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要拿沙发出来？很有 feel 啊。要不要旁边买个桌子，然后放一本色色的书，也是对的，是不是？身上有色色的书吗？有啊，那不是回啊，那是 Jimmy 在哪里啊？成就书本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嗯，那拿个扑克牌好了。你看多有 feel， 哎、欸，那小豹可以走开吗 ？Hello， 夏毛。其他线路，哎，不想走，疯了，有没有？转一下那个，坐上去，坐上去，转一下那个角度，我转一下。好的，我还要摆更多东西，你不要等一下再摆。圆形墙灯，没 feel， 摆高一点哦，这样好看呢。圆形墙灯啊，这是什么木质方块？什么连结灯啊？哦，哦，我有看到人家是可以，就是可以把它交错啦，就一个放某一个方向这样子，这样，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就这样，有四个方向放，这样啊，你看，吊灯，吊灯你挂到位，吊灯怎么放？你可以那个啊，在这上面，对，就先放一条。要你解，是不是正在做？我怕你不知道。哦哦、不能那么凶，观众说我很凶，机车。刚才讲的不是讲这句话。我操！哦哦哦，吊灯好有 feel 哦。吊灯不错，吊灯不错，吊灯好看哎、欸！哦耶！哎，你可以，哦，很乱，你真的很乱，爱乱爱乱。他没有盖在棉被里呀、啊，搞什么？他直接就这样子躺啊！那豹好像闻他的那个，那豹好像 Apple 白木。桌子还蛮小的，看起来蛮小的。礼物盒啦，对啦，还有澡堂啦。
帅，燕尾服，燕尾服配兔耳朵好奇怪哦，有新的发型哦，帅哦，哦，这也是新的 DLC 的发型吗？对啊对啊，帅哎，换这个好了，耳朵拿掉，哦，帅，好帅哦，黑色头发，啊，黑色，有黑色。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哦，帅哦，帅毙了！这女生的头发，油头，全后梳，这个是上次 DLC 二的。嗯。哦，好帅！哎，按错了。哦，按错了。帅啦！要胡子吗？好啊。帅耶！我们来看看女生的哦，如果你变女生的话，就是礼服、宴会服。宴会服可以换颜色，你自己去染色，染色就可以换颜色。女生宴会服配这个发型，这是女生的。我决定还是不要用那个胡子。哦，好帅哦！就管家一样，加胡子。没有胡子就不像了吗？没有胡子就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浴缸，浴缸。哦，浴缸好帅。哦，这只豹真的很闹哎，这闹什么啦？哦，帅。哎呦。发生灵异事件了，刚才。你就要叫那豹走开哦。可以为从素材岛带回来的居民取名字了。哦，对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叫他走开？烦死了！一直闹，像吗？终于走了。受不 了洗脸台，洗脸台怎么那么小一个？奇怪，好小啊！冲水？什么冲水？哎，它真的会流水出来哎！没呀、啊，嗯，少见多怪我们。是会流水出来，可爱，这椅子好可爱哦，沙发。哦，这沙发好看耶，豪华的感觉。礼物盒，你不能放在桌上，没办法放在桌上，懒。开启，哦，收纳箱啊，哎，哦，好看，可爱。它真的是那个哎。按摩浴缸的感觉，喷射哎，嗯，哦，好帅哦！我都忘了还有铁架子，有啊。留声机，我们在这边放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。怎样？带大家来认识一下，看一下那个、啊、新的 DLC 3的内容啊！留声机，可以放在桌上吗？可以哦，放乐谱啊、哦！对啊，可以放乐谱啊，像还有一些钢琴啊、竖琴也都可以放乐谱。你在稀奇什么？真卡松！又放什么？哦，可以煮东西、哦，可以放食物。它这个就是那个啊，炉子啊。哦，
炉火，可是我们之前那种很传统，真的有火那种，现在是现代，对，现代的，所以就长这样。然后柜子放那边，哦，柜子就是真的是装饰哎，应该可以放东西上去吧？可以，哦，帅哦，可以装饰东西上去。为什么无法放置？只能放这么少东西哦。来，用什么毛巾？毛。高跟鞋。高跟鞋要干嘛？装饰啊，可爱呀、啊。这只能放地上了。那就放地，这盆栽好看呢，长板艺术花，放在墙上，放在墙上。那就可以，还可以选择照片，对，可以选照，选别人的照片也可以，就你的照片都可以。Option 摆上照片，欸，反过来了，因为它要直的。欸，它不能，也不能换方向啊。Bug， 没有，可能要找别种照片。大家照片都拍横的，对啊，薄漆哦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变大一点的墙面吗？后面啊，后面你弄那么多墙，对哦，哈哈哈哈，这白痴什么？哇，因为饥饿而倒下。有人看得懂中文。没关系，我没有想要跟你计较，我不想要跟你说什么。我等一下跟你斗嘴，又有人说我凶。这摆起来就很好看了，不用放照片就很好看。好了，放你自己拍的照片。好娘哦，它就变成这样，你看，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你的自拍照很适合自恋的你。这个展示架，他说可以挂东西，可以挂什么？可以挂什么？他也没有反应啊，什么啦？为什么存放你？刚刚你按存放。走到附近的时候，你刚才有看到存放吗？刚才有看到存放。见鬼！啊！这样按圈呢，存放。哦。这边是刚是有人放烟火吗？还是什么？放进去好好看哦，变这样，变二 D 的感觉。那这是要干嘛呢？那挂钩。哦，挂钩可以挂衣服啦。这好奇怪，什么东西啦？可以挂服装类的。把西装挂在这啊！好什么？都放完了吗？杯子。对啦，还有杯子。好像没了、
恭喜你，把钱花完了，耶、多少？300块。对，怎么样？没有，怎么有蛋呢、啊？我做的蛋，杯子，耶，耶耶耶，哎，就这些吗？应该是吧。那什么地板啊？怎么的？地板都在那啊，墙跟地板，我只是都把它立起来放而已啊，都在这啊。就这样一小撮，是吗？还是有哪些东西我没有啊？它有一些新的房间呢、啊，只是因为我没有盖起来。它有一些新的房间、嗯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。要盖过才看得到，还没盖过看不到。它、啊、有一些无灯的类型的房间，怎么那么多 new 啊？都没开过是不是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新的，已经对，因为是等等物品栏都没有在开，太多种，太多种，不要看了，不一样配方啊，配方是那个要看那个食物，他这次好像也有多一些新的食物的配方，就是要自己去做的才知道、嗯，好像是这样吧？啊，好像背包有变大，对，变大。本来是只有到12345，嗯，现在多了两页哦，太好了！如果没有 DLC 就不会变大，哎、欸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，应该是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特别注意耶、欸，应该是哦，应该是有 DLC 才会特别变大。然后拿着一个蛋，好像管家哦，哎哎哎哎哎哎。哎哎哎，小妞，哎、欸，自己就进去洗澡了、哦，哪那么自动？这么自动哦？你看，这很像管家小姐有没有？你看的样子，这佩罗吗？对，佩罗啊，那佩罗的样，佩罗怎么又穿衣服了？欸、佩罗穿铠甲是吗？佩罗，佩罗发型配铠甲，奇怪、欸，大妈也来了，阿姨，阿姨，大家都很自动过来洗澡哎、欸，他很久没洗澡了，终于有地方可以洗澡了，好好笑。哇，哎、欸，放起来还蛮壮观的。好啦。那我们这次怎么觉得有点空虚？不会啊，怎么会？很好玩啊！我觉得应该是要把这些东西盖起来啦，只是单纯这样放的话，就感觉好像有点无聊。不会，可是盖起来的话，盖起来的话一定很漂亮。我觉得，我知道要怎样才不会空虚。拿那个雕像 ？No， 你猜错了。看别人的，一定有人用 DLC 3的内容来盖房子，结果没有。你在乌鸦嘴啊？你怎么机车？结果没有，大家都没有在玩这个游戏。有啦。这个是吧？那个是啊，那个窗户啊，是吧？那个高高的灯啊，这个也是吧？它有 hashtag 啊，你要看各标签排行榜，应该有什么什么现代什么的，没有吗？就让我看看，近代风，
机人都乱放 hashtag。有人盖个船呢、欸！哇，飞机什么意思啊？神经病啊！哇，汉堡！哇，坦克！哇，这什么啦？哇，那应该这个是吗？感觉不是。感觉不是吗？我看到浴缸啊。是吗？看一下。你进去看好了。哎，这不能进去。是哎、欸，是新的那个沙发啊，还有那个中岛厨房，可以不可以去哦？哇，没有开放岛。不是啊，可能没有办法连线了。可以啊，没有，就算没有会员，你也可以到别人岛上看啊。哦，这啊，这不是地形啊。对啊，这不是地形啊。你不是叫我看 hashtag。好吧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像我一定会找到可以去看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这个。我们来去参观一下盖起来的样子。我觉得盖起来整体的那个样子，一定跟我们这样摆起来的感觉不一样，是吧？哦。我觉得 DLC 3还是让我觉得很兴奋，就是让我最近有点想玩，想来盖一个房子了。没有，你还会继续玩现在玩的那个？你可以不要叫吗？你真的很吵，你就是一直激怒我，然后干嘛？你就是一直激怒我，然后我就呛你。拜托，平常他呛我才呛得凶哎。我们放在这啊，这是哟，这是什么？赞啊，好酷哦，这个赞啊，啊是打日文啊，打日文就会是星号。你以为你有拿，其实你没有拿，看起来有拿而已。哇，这是有设计过的哎。度假村的概念是不是？那旁边是怎样？乱盖，好变态哦！为什么大家都做这样？那个是在干嘛？还没盖完，盖到一半。神经病！要哥顿了，在走的哥顿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次好像也新增了，可以那个把哥顿收服，然后可以骑哥顿去拆山。可以骑哥顿去拆山。哎呦，没有真的拆啊，真没有真的拆。你去别人岛上跟你的朋友连线的话，就是真的拆哦。可是你去别人透过那个告示板去别人岛上连线的话，没有真的拆。哇，这一次新的功能，就是可以。之前都不能收服哥顿，哎，之前可以收服哥顿，可是不能骑。对，哥顿不是已经跳皮了吗？没有，要去素材岛打。他是我忘了滔滔岛吧，还是哪个？有一次我们有看到。对，他是某个素材岛的 boss， 然后你就是把他收服回来之后，他这一次更新之后就可以骑他了。这样吗？就可以，你看这样拆山多快。快多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如果敌人来的话，也可以骑哥就去打。什么敌人？我后期都把敌人消灭了，我都放那个驱魔地板，没有敌人啊！什么敌人？什么敌人？我说，接下来不是有人要那个？我们在做，昨天在做那个防护的那个。哦，那没有哎、欸，他那个剧情的话，好像还是不行的。欸、这个也可以，那个石雕。石雕不能骑啊，本来就能收服啊。石雕是本来就能收服。我们有收服过吗？我还没有去打啊。你那才几级啊？拜托。对面跟人家讲什么东西？
找一下现代的房子在哪。这是干嘛？哦，他喂鱼给猫吃。哎、欸，这是那个新的地板啊，你看到吗？嗯，有啦有啦，下面那个也是地板。吃饭哟。这里有电梯耶，打掉！哎、欸，卡住，上不去。这是什么？确实是普通的房间。哟，哇，这好像是旧的，他肯定是他之前盖的。旁边那一栋可能是新的，你看。那有羊哎、欸，羊羊到处跑。这是吗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从照片，哎、欸，是是是，这个新的。哦，这个门就是啦、啊，门就新啦、啊。哦，这个墙壁，这是哪一个墙壁啊？盖起来蛮好看的、欸。跟习德亮拍照放上去，蛮好看的。你的羊在桌上。哦，就是他在玩的这个人是女生吗？来 ，maybe。哦，厨房。啊，这真的是用现代做的，然后这个。哦，放久了。Yeah. 哦，这个石头，这个黑色的花岗岩，就是哦，很有质感呢。这个花岗岩真的做起来。摆起来还蛮有质感。诶，这个楼梯是新的吗？这楼梯好像是新的哦。没看过说。这楼梯好像是新的。哦，诶，这地板浴室这样做也蛮好看的诶。嗯。哦，你看它这样子，洗手台要旁边放那个毛巾跟桌子。洗手要挂在那个墙壁上。这底下应该要放个什么台子比较？哦，到别人家洗澡，哦，有，你看这桌地板超有质感的，有没有？旁边一个墙壁耶，那也是新的吗？哦，这个玻璃窗也是新的，这个一整面的，这个是新的。你这样子没有人看到、啊，我指给你看。这个门也是新的，对，我刚刚没有拿出来。闹钟、啊，哦，闹钟啊，高跟鞋啊，这个星星的那个地板，哎，星星的地板，百叶窗，旧的。哦，百叶窗好像也是新的。哦，百叶窗也是新的，这个床也是新的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拿出来。还蛮好看的，旅馆的床，欸、上面吊灯呢、啊？对对对，上面吊灯，哇，好 feel 哦！我有空再来找看看更精彩、更漂亮的，好了。哎、欸，它天花板是用那个星星这样子，嗯，哦，不是啊，是上面的那个地板，它没有做好，没有把它藏起来，瑕疵然后粗糙。要是你就会做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跟毛很讲究那个细节，好不好 ？detail， 所以我们这百货公司盖两百年都盖不好。好啦，我有空的话，我再去找看看有没有更厉害、更精彩用 DLC 3的内容盖的玩家的那个房子好了。我们再来看看。嗯，我先回去自己的岛上。DLC 3很兴奋呢、欸！我看我跟我朋友找时间来盖房子好了，盖了什么之后，我们再来有一集来介绍。因为好像有观众说有想要看我的岛，也是啊，我岛比较好看，因为我岛
东西比较齐全。好吧，我回去浴缸那里好了。去看着我们的300块。他们在放烟火哎、欸！为什么你们在放烟火啊？你们在干嘛？有病啊！不是在打仗吗？对，我就觉得我好像看到烟火啊！真的看到烟火，他们真的在放烟火，好笑。我觉得这个好美哦，这个晕染的这种感觉的。我喜欢旁边那个花。哪一个？这个、哦。现在才来。哦，对啊，最喜欢是这个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一集就是介绍 DLC 3的内容。那如果有观众也是有买 DLC 3，然后有。就是盖了在你的空荡岛上面有盖了房子，或是盖一些什么建筑，然后可以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去你的岛上参观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《勇者斗龙创造小玩家》的影片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。